来到南非的第十天，我们从约翰尼斯堡出发，沿途经过峡谷、沙漠、丛林、草原，在经历了雨战、迷路之后，来到了南非南部的沿海地区。这里是著名的花园大道国家公园，绵延超过300公里海岸线，让它成为了我在这趟旅程中最期待的一段路。在前天抵达 Wilderness 之后，我们准备了两天，今天我们也准备展开在花园大道的冒险。本部影片感谢 KTM 台湾总代理安东贸易、普悠玛一捷租车、Stream Trail 台湾、iGoGo Sport 斯伯特、极限专卖、正成集团、Insta 360、PB Design 赞助播出。早安各位，昨天呢我们在这个 Wilderness 休息了一天，然后剪了一天一整天的片。我们今天准备要骑车去 Nice 那，然后今天预计的行程呢，就是会有很多的土路等等的，我们就把车先牵过去，然后呢，我们就准备出发了。哥哥，我快没有了，等一下要加，先骑出去。其实从 Jack 家出发到 N2 公路只有短短不到三分钟的时间，跨过这个小山丘，我们马上就能看见这美丽的印度洋。空气中和我们昨天傍晚在山顶上看夕阳的时候一样，整片都是漫天飞舞的海沙，海风那咸咸的味道不断随着风灌进我的安全帽里面。这个味道不管在哪里闻起来都是这么的熟悉，吹起来都是这么的舒服。而虽然我们在前天就已经来到了花园大道，但是直到今天才算是我们真正骑出门准备好好探索这个地方啦。如果来到南非但是你没有来到花园大道好好玩它个几天，那就等于没有来到南非了。作为南非的最经典之一的热门旅游路线，花园大道有着壮丽的海岸线、美丽的海湾，由原始的森林、湖泊和山脉组成，就跟它的名字一样，这个地名完美的诠释了这里的一切，如同大自然的花园，是全南非最温和的居住地，气候更是世界上仅次夏威夷的地方，夏天气候温和，冬天凉爽适宜。从印度洋吹来的潮湿海风也让花园大道地区全年都会下雨，更是造就了这里物种的多样性，有海有山，又有着舒服的气温。我想没有什么事情比在这边骑着摩托车更舒服了。而在出发前，我们当然的也必须先在加油站补个油，
因为前几天的迷路惊魂记，所以其实在这几天骑乘的时候，我们几个人都很明显的每隔几秒就会看一下后照镜，生怕又有人突然一个不小心又走丢了。所以在加油站的时候，我们也在这边互相把卡斗蓝牙耳机连线，也提前说好，如果再有人走丢，就直接停在原地等待救援，不要再像我前几天一样四处乱乱骑了。连完卡斗，我们也算是终于可以边骑车边讲干话了。出发之后，我们踏上了昨天看夕阳时骑过路。不同的是，在到了昨天的观景台之后，我们继续往下走。随着越往这条路深入，眼前的景色也逐渐变化。我们也从海边的辽阔来到了靠近山脉的地区。而这一段从海岸到山区的路，只花了我们不到10分钟的时间。其实从两边的植被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花园大道真的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两边都是翠绿的草原，相比前几天看起来营养不良的灌木丛，这整片草原的颜色就有活力许多了啦。从加油站出发，我们在骑了大概30分钟之后，同样又是一瞬间进到了非铺装路面，精神也马上来了。虽然来到了非铺装路面，我们的精神瞬间变得很好，但是我依旧是保持了我的理智，边骑边切换 LEC 的骑乘模式。2023年的 890ADVR 要在这种铺装还有非铺装路面之间切换电控系统，我真的觉得非常方便啦。你甚至完全可以不用把车停下来，就可以迅速的切换到 Off-Road 模式。而在进入了这片草原之后，首先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左边一整群的牛悠哉的正在吃草。到了这边，我挥手示意前方的车辆停下来，飞个空拍机。虽然才刚进土路没多久，我就马上停下来飞空拍机，但是眼前的这一片风景还是让我发出了哇哦的一声惊叹啊。除了哇哦之外，在当下看到这个画面，我是一直对着空拍机的遥控器喊出哞，好像这几只牛就在我身边一样，数量真的是有够多的啦。Matrix，Stop。哇 ，You're so strong, Popeye。听下你咧广告，听下你咧广告。It means 那是什么意思啊？这人在讲故事的，是吗？ Means Listen you to the story. Okay, we don't know how to translate it. Sorry. 听你来广告，听你来广告。在这边停下来讲了一点干话之后，我们接着继续启程。而在接下来迎接我们的，则是不知道距离多长的土路。在我的印象中，接下来的这一段非铺装路面其实蛮接近平常我们在台湾骑乘的林道的，
不管是林相、路福，还是这蜿蜒的法夹湾，唯一不同的大概就是这里的路况真的非常棒，没有水坑、大颗的石头，只有一整路干燥的小碎石。看起来虽然平坦，但是某几个路段路面上还是一整块凹凸不平，同时有规律的小洞。但即使是小坑，沿途的抓地力还是很好，一整路我真的骑得非常的舒服。而可能就是因为真的太舒适了，所以其实我蛮后悔在这边没有停下来飞空拍机的啦。当下只想着要好好享受一下这舒服的路面，于是就这样一路骑，直到回过神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回到柏油路上了。这段柏油路我们没有骑上太长的时间，只骑了大概五分钟，我们也来到了草原上的小杂货铺。他现在要买水。Here. You want water? Okay. Yeah. Thank you. Just water. Something just water? Else? Just water. Okay. I don't think there's coffee. No. Yeah. We can see. 其实原本我以为在这里的杂货店里面的东西应该会比市区贵很多，不过出乎我意料的便宜，一罐水跟在市区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我买了一点矿泉水、几罐红牛、饼干、巧克力。接着就准备继续出发了。其实以 Lake 的载货能力，我觉得它真的是有着很大的潜力啦。今天的左右两个箱子放了我们一行人共六个人的水，总共11罐水，左右侧箱各放了5-6罐水不等，后箱则是一整包的摄影器材。姑且不论这么多水我们到底喝不喝得完，在我放了这么多东西进去之后，骑乘起来说没差一定是骗人的啦，因为这超过10罐矿泉水就在我的车厢里面上下左右摇摆跳来跳去的。不过以这样的重量附加在车辆后面，骑乘起来的感觉还是蛮出乎我意料的好骑啦。整车的重心原本就设计的非常低，低到甚至很多时候我真的会忘记箱子里有水的存在，反而是在入弯的时候听到矿泉水在里面乒乒乓乓的，我才想到啊，原来里面有放水。所以在接下来骑乘在非铺装路面上的时候，一路上还是给我很安心的感觉啦。离开了林相优美同时蜿蜒的狭窄路段，接下来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则是这堪比 Windows 桌布的广阔草原，视野良好，连等等我们即将经过的路段都可以一眼看到尽头。而在这广阔的草原上同样养了好几百只牛，虽然我们与它们有点距离，不过透过味道就可以知道这里牛只的数量，你知道的，绝对是比刚刚停下来飞空白机那边还要多非常多。而在花园大道这个区域，即使我目前身处荒郊野岭，骑在非铺装的路面上，还是可以遇到很多车辆。比起刚出发的那几天，遇到的车辆真的非常多。所以在遇到盲弯的时候，速度我也都放得非常慢。在这一段 off-road 上，我们骑了大概1.5小时，大概是40几公里的距离啦。接着我们也准备离开 off-road 回到 on-road 了。而从土路路面要切换到柏油路面，同样也只有那么一瞬间。在离开了土路之后，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则是这一大片湖泊。
说湖泊其实不太准确啦，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这一片面积约为25平方公里的细湖 Nicela Lagoon。 非洲细湖这两个名词组合在一起好像有那么一点不真实，而形成这片细湖的原因则要从 Nicela River 开始说起。 Nicela River 总长只有短短的40公里，它从内陆的山脉地区源源不断往南流动，最后注入印度洋。而就在这条河准备注入印度洋的时候，被出海口大量的岩石岩壁阻挡了下来。同时岩壁阻挡的不只有来自内陆地区的河水，它连同印度洋这凶猛的浪潮也一并挡了下来，所以也造就了这个细湖的特殊之处，外海凶猛无比，而细湖上风平浪静。我觉得甚至可以用天然的港口来形容这一个孕育了无数生命的美丽细湖了。而来到这个天然小港口，想当然的海鲜绝对是要吃的，尤其是 Nicela 在南非有着生蚝之都的称号，来到这里当然要点个一盘来客一下的。尤其是我本身就这么爱吃牡蛎的人。Yeah. Loosen the bottom. Yeah. And poke it a bit. Chup chup chup. Yeah. Make sure it's loose. Yeah. 用怎样喝的？应该是用喝的。Cheers. Cheers. 干杯！干杯！来个鸡了，rocker， yeah， 啊，你要说什么？你要说什么？你要说什么 ？Donkey， 只是在非洲吃海鲜，这同样也是我从来没想过的，还是觉得是个非常特别的体验啦。今天我们吃生蚝这间餐厅就坐落在西湖中间，边吃从窗外就可以看到很多人在玩帆船。而这里海鲜，以我这么爱吃生蚝以及鲜蚵的人来说，简直是个天堂，新鲜大颗，虽然贵了一点，但当下还讨论到说还是来南非开间烤壳店好了。吃完生蚝，我甚至觉得吃不饱，又多点一份牛排当做午餐。接着首播了一下昨天剪了一整天的影片。播完影片，接着我们框车准备前往附近的山坡上，从附近的制高点俯瞰整个 Nicela Lagoon。从刚刚的细湖，我们一路往山顶骑乘，骑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我们也来到了这个名叫 The Head 的制高点。下面你的每个角度，骑了大概五分钟吧。我们现在又来到了一个山顶了。这个山顶呢，据说从这边看下去的 view 呢非常的好。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来的这一区啊，比较偏向有钱人的地方。从我们的消费，还有我们吃的东西，然后再到现在这边就是他们的房子，形式看起来呢，我觉得半山腰，然后呢也可以看到海。我们现在要走去那个地方叫做 The Head， 听说很赞。可是呢，这里有一个缺点，就是不能飞空拍机，所以我们等一下呢，应该就好好的拿相机呢给他拍一下。有一种方法就是把相机丢出去，哦，只能拍一次。对，拿相机。丢出去，那我们要再下去捡记忆卡。我可以看到船，那边很多船。这里呢，它就是一个悬崖边，然后高低落差很大。内海的那种感觉。
很像是什么七股细湖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应该是啦、啊、应该是啦、啊、很像是那种感觉。那出来之后，所以你会发现呢，刚才我们在吃饭的那一边呢，基本上旁边的那个水呢都是非常平静，它没有什么浪，直到过了一个非常狭窄的海湾之后呢，出来你可以看到浪就已经变得非常的大了，应该是会有人在这边冲浪的，好不好？然后帆船开得非常快，你不是用开的，但应该是用飘的。Mickey Mouse， Mickey 老鼠， Mickey 老鼠， Yeah， Mickey 老鼠， Mickey 喵喵。看，我觉得我们这几天啊，真的是骑到有点开始拔带了，你知道吗？大家现在都非常的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之后，然后每个人就开始原本是讲南非语的啦，开始讲中文了。原本是讲中文的啦，开始讲台语了。可能是两天没骑车，所以今天再度骑着车出门。我们真的是骑得蛮像疯子的，连路人看到四个人在路上这样跳，嘴角还会偷偷上扬。而在疯完了之后，我们也准备回到 Wilderness 去挑战一间据说会辣到你往生的辣鸡翅。而其实从 Nice Na 要回到 Wilderness， 走着 N2 高速公路只需要大概不到40分钟，所以由此可知，今天早上我们出发的时候真的是绕了非常大的一圈啊。最后在骑了不知道多久之后，我们终于来到了今天要挑战的这间餐厅了。据说这个很辣的鸡翅呢就在这间店，所以我们等一下呢准备要怎样把我们的名字来给它写到墙上，吃到烙晒呢我照样也要给它吃完，好不好？ Come for the spicy chicken. Just try it yourself. Foolish. It's very fast. He's nervous. That's the thing. He's scared. Yeah. Have you tried that chicken wing before? Me. You. That's how hot it is. I saw people like crying, turning red. Yeah. Just one bite. Just one bite. And then you just turn red.今天晚上我都迷你，要把你的卫生纸放进冰箱里面，能冻起来，明天你能用得到。对，不然屁股会烫爆、辣爆。对，他们都这样讲，实在是有点恐怖。等下鸡翅就要来了。在这间餐厅有个非常特殊的鸡翅料理，在吃完它之后，你可以把你的名字永远的留在这间店的招牌上。所以当然的，激起我斗志的。就是我一定要把我的名字留在这间店的招牌上，这可爱的想法。不要看我现在还笑得这么开心，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是有一点不知死活，完全不知道等待着我的是什么恐怖的东西。I need you to sign this for me. 妈的，是这个还要写那个生死状是不是啊？而且什么？Intimidate form. If you are gonna to be stupid, you better to be tough. 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做一些傻事之前呢，请勇敢，请强壮一点。没啦，所以我现在呢要签我的名字，因为我等一下要做一件很 stupid 的事情。这个在台湾呢就叫做作死，辣的那个还要签这个生死状。我是不知道我等一下可不可以存活下来。不过他刚才拿过来的时候，我是有点吓到了。然后现在他们好像都为我开心。在吃这个鸡翅之前，首先我们必须先签下这个切结书。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If you are gonna be stupid, you better be tough。如果你真的要作死的话，那你最好坚强一点。这句话就这样印在了这张切结书的第一行。当下其实我是有点吓到的。点完鸡翅，接下来就是等着今天的主角上菜。据说只要是点了这一盘辣鸡翅的客人。这个餐厅经理就会亲自端菜上桌，然后在你吃的时候在旁边关注你，因为怕你真的已经受不了了，你还要硬吃。简单的四只鸡翅，从外观上看起来其实没有什么杀伤力，所以即使当下这一盘已经端到了我眼前，我还是觉得，应该是南非人都不吃辣吧。直到我把这第一口鸡翅送到我的嘴里。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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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吃辣的时候一定要喝个牛奶。一口下去，我的眼睛马上红了起来，嘴唇直接没了感觉，喉咙感觉就像是有人拿着打火机在点，头皮鸡皮疙瘩也全部立了起来。当下真的很想直接把这整盘拿去倒掉啦。不过既然我选择了 stupid， 我就一定要 be tough， 所以就一定要把这一盘全部嗑光。I'm stupid and I'm not tough. Yeah, you're stupid but you're not tough. Yeah. That's why. 吃到一半的时候，餐厅经理还会在旁边提醒着我，千万不要用抓鸡翅的手去揉眼睛。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确定今晚我的屁屁一定是会GG的。吃了几口下来，我发现这鸡翅真的不能待在嘴巴里面太长的时间，所以吃到最后，我把鸡翅上的肉还有皮全部剥了下来，接着含了一大口配水，直接用吞的给它吞下去。四只鸡翅，我吃了整整一个半小时，喝掉了两大杯牛奶，一罐冰水，才总算全部给它吃完。而吃完之后，其实也没有比较开心啊，因为刚刚喝了太多的东西，所以在我吃完的时候跑了一次厕所，上了小号。不上还好，这一上，那一种发自内部的烫，真的不是开玩笑的。最后再把签名给他放到板子上之后，今天的这趟旅程也差不多结束了。想当然的，接下来这一整个晚上，基本上我都是待在马桶上面。不过如果你问我再让我选一次要不要 stupid 的机会，我还会吃下那一盘鸡翅吗？我想我应该还是会毫不犹豫的再刻一次的啦。今天也算是名副其实的骑车骑到落赛的一天了。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喽。如果看完这部影片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呢，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按赞、订阅、留言、分享哦。我是鲁特，我们下次见喽，拜拜。